8月28日，刘嘉玲与谢俊豪、秦沛等人一起出演的舞台剧《杜敏证人》举行了首演场，蔡依智、蔡依杰、岳以琳等一众好友都到场支持，梁朝伟也特意来到场支持老婆刘嘉玲。但当时梁朝伟并没有接受记者的访问，一身休闲装扮的他十分低调的匆匆进了场。梁朝伟赶到现场后，在后台与刘嘉玲一起合了影，之后还坐在观众席里观看太太演出，双手抱胸，看起来十分的投入。郭富城、梁咏琪、梁家辉等好友纷纷送上花篮祝贺演出成功，梁朝伟也为爱妻献上花篮，花篮上面写着嘉玲演出成功 Good show with love。 梁朝伟可以看到收件人是嘉玲，意外暴露了两人的爱称。巧合的是，刘嘉玲和梁朝伟两人20年前就是因为排练舞台剧《花心大丈夫》而结缘的，之后两人展开了持续数年的爱情长跑，最终在2008年7月21日，刘嘉玲与梁朝伟在南亚佛国布达完婚。